好，尊敬的各位法师、各位菩萨，大家下午好，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下午呢，就来学习呀、这个《了凡四训》印光大师所著的序文。好，那么昨天晚上呢，我们学习了啊。那么我想呢，我们先来学习呀、这个。序文，然后呢我们再来交流学习啊，各位同学有的问题啊。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昨天所学的那一段。袁了凡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命自我立，福自我求，必造物不能独善其全，受持功过格，凡举心动念，即所言所行，善恶先悉节计，以期善日增而恶日减，出则善恶掺杂，久则为善无恶，故能转无福为有福，转不寿为长寿，转无子孙为多子孙，现生犹入圣贤之域，抱尽高灯极乐之乡，行为是则言为是法。那么我们就来学习这两句啊，行为是则言为是法。就是说啊，你自己真正做到这一步了啊，命之我立，福之自己求，能够啊善日增而恶日减啊，你真正能够、如理如法的行持，你的行为呢就是世间人的模范啊，世间人的榜样。这个则是法则的意思，你的言语就是世间人的教训，人人愿意效法，愿意尊崇，这叫行为是则，言为是法。游注说啊，持大圣贤言行，至寻常人观之，方以为高不可攀，至法门中了义言之，如是苦心力行，积德累功，尚属初级功夫。到了最后啊，我们看了了凡先生一生的言行啊，在大乘佛法里面讲啊，确实是初级功夫。我们想一想，了凡先生一生所做的是佛门里的初级功夫，有初级才有中级，有中级才有高级啊。我们现前呢，想一想啊，我们有没有初级功夫？初级功夫就是改变命运啊，断恶修善啊。所以说，格物致知啊，格物我们有没有做到？格物就是断恶呀，断除五欲六尘的烦恼啊。物就是这个物欲啊，你有物欲，你就有烦恼。什么是物欲呀？你对六尘升起的这个贪嗔痴，生五欲也不可以。你对佛法升起的执着贪也不可以，控制人呢占有的欲望都是物啊，这些都要通通的革除啊。所以我们做功夫啊，要从初级开始，不要着急呀。修行人为什么不得力呢？没有基础啊，基础不牢啊，不管你修行怎么样了，你都会动摇。我们现在
一心祈求的是无上菩提，但是初级功夫还没有呢。不是说没有啊，有没有呢？我们自己知道，真没有。怎么说没有呢？没有定力。了凡先生一功过格，每天改过，记功记过，善也要记，恶也要记呀。善功，恶是过呀，要知道自己的功过。那我们每天怎么做的呢？稀里糊涂的过呀。我们是善少而恶多呀，天天还在那打妄想，想成无上菩提是妄想啊。那怎么不落空呢？怎么会有成就呢？反过来说，所成就的都是一些恶业、恶习气，到后来呢就不学佛了。不是佛法有问题，是我们有问题呀、我们没有功夫啊。所以佛教我们呢，学佛从断恶修善开始啊。我们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呢，也把这忘了，我们就给它转变了。佛教我们断恶修善，我们是断善修恶，越修越恶。我昨天不讲吗？在我们没学佛之前呢，我觉得没有那么多麻烦，这学佛以后麻烦事多了。为什么？没学佛以前大家都一样啊，你吃我也吃，你喝我也喝，都一样。那学佛以后，那一佛法呀，一对照啊，大杀生，他不守戒，他不如法，整天看这些，是不是各位？那不学佛都一样吗？只不过我们那个，从小有家教嘛，没做那么多恶事，什么偷盗那些事儿没做过。这学佛以后，不但偷盗都做了，杀盗淫妄酒可能都犯了，不学佛没犯，学佛以后都犯了。为啥呀？学佛犯的特别多，这就是没有真正修行啊，没基础，养恶断善，断恶修善，先养恶，天天挑人毛病，然后傲慢心特别大，谁都不服啊，好像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。其实呢，说实在的话，初级功夫都没有啊，还谈什么？还有一些人呢，什么样子呢？就是说跟一个老师学，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呢，觉得自己了不起了，然后就出去了，出去参学，参学回来以后啊，就六亲不认了，世人瞧不起了。为什么？以为自己学的高深了，然后就回来传播他所学的。哎呀，这么你们都没学到东西呀，我出去学了很多呀。有的在寺院里面住呢，就很跋扈啊。所以古代时候啊，师父是不允许你往外面跑的，就怕你到外面去学了
长了一些枝箭，长了一些枝箭以后啊，心就不能平了。有的时候甚至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认识了，比如说老师了，傲慢心升起来了，这是我们要注意的。诸位要晓得呀，真正的学问增长了，品德呢也自然增长了。换句话说，愈学愈谦虚，不是说你出去学了以后回来呀就傲慢无礼，以为自己了不起了，目中无人，不认老师，也瞧不起同修，这就不是真正的开智慧。所以要谦卑啊，学佛要想成圣，首先要破我，法是破我的，破我执我见，破我法，破我法，我除就入圣了。我们看孔老夫子啊，对人多么的谦虚呀，连对小孩子都很恭敬。你看释迦牟尼佛多谦虚，在路上看见那些贫苦的人，贫贱之人，也会停下来跟他们打招呼，问他们好。哪有共高我慢的圣贤呢？如果一个一学出来之后啊，瞧不起师父，瞧不起父母，这个叫背道啊，背师叛道啊。背师叛道的罪业就是地狱的罪业。那谁是师呢？要知道啊，佛陀。当我们升起傲慢心的时候，已经就背师叛道了。为什么？佛陀圣贤都是谦卑的，没有傲慢。你的所言所行与老师所教授的不相应，就是背师叛道。其实师父不让徒弟去到处乱跑，就是不让你入地狱，这不是没有道理的。你学了回来以后啊，觉得你很高啊，看不起老师，看不起父母，看不起同修啊，有分别心，有傲慢心，那不就是地狱吗？这修道人呢，要懂得尊师重道，不可以背师叛道。世间法也是一样的，老师呢也曾经说过呀，当然这样的人呢也不是多数啊，这是个少数啊，就是背师叛道的人不多。但是世风日下呀，恐怕将来慢慢会变成多数。你看我们世间就有啊，有儿女念大学以后啊，大学毕业了，父母只读小学、中学，他的学问大了呢，回家连父母也瞧不起了，这样的人也有啊。父母好不容易呢培养他学业完成了，若不培养啊，待在家里眼睛里还有父母，一旦把他培养成才了呢，就目无尊长了。学佛这样人也有，世间
对父母的对长辈的这样人也大有人在呀。当知这不是学问，不是教育，在有德学人的面前呢，你没有立足之地。为什么？你没有德行，要搞清楚啊。要是从前的社会呢，你有这种行为，忤逆父母，背时叛道，在社会上想找一个谋生的小工作，人家都不给你啊，连要饭人家都不肯给你。这些道理现在学校讲的少了，佛法经论里面虽有，要自己去体会呀。真正详细毫无保留的说出来，就是感应篇了凡四训，古大德们注解的详细呀，毫无保留的将这些善恶果报说得详细，而且呢举出古今的事证。说感应篇了凡四训呢，他教我们怎样去孝养父母，行善积德。佛法里面的讲的信呢，解行正啊，正就是入啊，入就是正啊，要有初级的功夫，才有终极的希望，有了终极的功夫，才有高级的希望。佛法里面呢，没有劣等的，就是说初中高，它是有这个次第的，没有初级怎么能有高级呢？我们现在不就是有问题吗？基础没有啊，所以你看一看大家修行这么多年为什么不得利益呢？没有基础，你说那个树没有根它能活吗？基础好比是根呢，你根都不牢，风一吹就倒了，小风就歪了，是不是？大风就倒了。人要说你老师不好，说你师父不好，小风一吹你就说是啊，他这样 他我不知道他这样啊，你都跟你老师的师父好几年了，你别人来说一句不好，你这就倒了歪了，人天天说天天说呢，你就倒了，给你跑了，是不是？现在孩子离家出走的变很多吗？外面诱惑不要父母了，给你跑了。这学佛跟做儿女的跟人跑了没什么区别啊，不是这么简单的。出去以后就说父母不好，说师父不好，说老师不好，这样人太多了。也就是说吃你的喝你的拿你的，然后还骂你，你说这样人他能成就吗？一点感恩心都没有啊，也就是没有根呢，都那样。说学这个了凡四训序文，以前我就想这人怎么都这样呢？学了凡四训序文以后啊，印光大师他那个时代人就这样，现在人怎么能不这样呢？没学明白，就像当官似的，都想当官。修行佛法人不是要去管人，是管好自己。功过格不是给别人立的，给自己立的，给自己定的，每天去检查自己是功还是过。怎么能够做到啊？行为是则，言为是法呀，就是要去做去呀，那行啊。
我说我能喊，我能叫，我去吓唬别人，谁听你的呀？就你喊完以后，你后面就是说你个有病，不服你啊。所以要把基础课程啊修圆满了，也就是说人先做好了。学佛就是学做人，从一个有德行的人到圆满德行的人。善人就是有德行，但是德行圆不圆满？不圆满。只有佛陀的德行是圆满的，我们不圆满，所以要跟佛学。现在有不少年轻人呢，希望走近路，认为这些功夫不容易修，最好都不要了，就不愿意打基础。大家呢就愿意学大的，贪大的。还有一些人呢他想得利益，想一步登天，那学佛想得利益啊，得名利，用错心了。想一步登天呢还不是那个根性的，就要去学禅，一步登天就是禅宗。我们冷眼旁观呢，看看有几个人学得成就了呢？永嘉大师是禅宗里的大彻大悟的，悟透了三观的人。你看他的教学，学禅需要具备什么条件？没有这些条件，参禅哪里会有希望啊？我们中国自古以来这1000多年当中，山林的寺院庵堂在大陆啊，在国内啊，有多少呢？在家出家的参究的人有多少呢？有多少成就的呢？为什么参禅的人那么多，成就的人那么少呢？换句话说，本身已具备初级、中级、高级的功夫，参禅才能成就。本身连初级的善根福德都没有，想求一步登天，哪有这种道理啊？这经论上说得很清楚啊，也很明了啊。我们六根接触六尘，有没有本事不动心？禅宗怎么叫一步登天呢？哎，性相一如，自性起用啊，通过六根现六尘境界，人家不动心，能不能做到？能做到你就可以修禅去，你就得利益，修禅得利呀。做不到老实念佛，那个什么不适合你啊。如果心地真清净，一尘不染呢，那就是初级、中级、高级的功夫都具备了。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呢，我们连一尘不染都不知道啊。那怎么能够不染呢？没开悟啊，那参禅得开悟了，我们不开悟啊，不开悟也就是不明了这个真相啊，怎么能得法呀，得利呀？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还是样样放不下，样样起分别，样样起执着，甚至
还用心机来夺取，那是连初级的功夫都没有，道业如何能成就啊？六祖慧能大师在忍和尚会下几句话之下呢，他就成就了。那是什么原因呢？是他心里本来无一物，干干净净的。说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呢，这个一尘不染的个人，什么叫一尘呢？你要搞清楚啊，你搞不清楚，你禅你就跟你没关系，禅法跟你没关系。所以说读楞严经啊，要证楞严大定，守楞严大定啊。怎么证守楞严大定啊？哎，就是根不住尘呐、啊，根不住尘就了断尘缘，眼根见色尘，耳根闻声尘，鼻嗅的香尘，色声香味触法，这六尘，六尘一尘也不染，就叫一尘不染。眼见色尘不动心，就是对色声香味触法六尘都不动心，这就叫万缘放下，一尘不染，六尘在这儿了。你对沉静动心的这个时候，我看见了我就动心了，动什么心呢？好看，好听，好吃，好受，完了，有个好受啊，好听好看呢、啊，这就染了吗？这就叫智性，通过六根现六尘，然后执着六尘被沉静所染，这么染的。你心住尘染的，那佛告诉你怎么做呢？无住。大家听懂了？你学那佛法告诉你干什么？你无住。为什么无住呢？相是假的，不要执着，不执着就是无住啊。佛法是教你放下执着分别妄想的，你搞清楚，你无住，心不住于沉静，执着分别妄想就都放下了，不放下也就放下了，我不执着呀、啊，心不执着，意不贪恋，本来就这样的嘛。所以你读经典呢，你念佛呀，你持咒啊，那目的干什么？让你了断尘缘，一尘不染。为什么不能生法执呢？对法产生执着了，而不会用法。法是帮助我们了断尘缘，回归清净的。你不会用法，今天这个教你这个法，明天教你那个法，你执着这个法上面去了，而不会用法来断尘缘，恢复清净，你成就什么？通通都是法执啊！佛教我们要破我执跟法执。就是我法执都要破，都要断的。而我们呢，我执坚固，又生了法执，不会用法，今天这样，明天那样的，很麻烦。我们能不能像慧能大师一样，做到本来无一物，清清净净的，干干净净的呢？我们能做得到吗？你请六祖大师来啊，说我的庙很大呀，供养你，他要不要啊？他不要。他若是要了，心里面就有一物了，他就不能够成就了，送给他他都不要啊，还会用心机去骗取夺取吗？这更不可能了。也许同学要问呢，有道场可以弘法利生啊，这不是好事吗？诸位要知道啊，好事
不如无事啊。最好的事情是无事，修行人无事啊，无事真自在啊。大家千万要记住啊，道场里面常讲佛菩萨随缘啊，你看看十大愿王有一条叫随喜功德，而我们一般所做的是攀缘，本来无一物是随缘，心里要想有一个道场啊，想有一个寺院呢，想弘法利生啊，这都是攀缘。你看你想弘法利生也是攀缘，攀缘心地不清净了，烦恼重重啊。楞严里面所讲的如来举心动念先放光，放光明啊，众生起心动念尘劳先起啊。你看我们跟佛正好是相反的，人家放光啊，举心动念呢先放光明。各位放光明是怎么回事呢？要知道人家起心动念呢是智慧，我们起心动念呢是愚痴。起心动念一生念头就是我，对不对？我的起心动念就着相，生那个心执着分别妄想心啊，叫尘劳先起。原因在哪里呢？一个是随缘，一个是攀缘，一字之差，凡圣永隔呀。佛菩萨学，他们知道啊，随缘不变啊，而不攀缘。我们随缘，心就生贪嗔痴了，就变了。我们几时能够做到随缘而不攀缘，这才能成就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修行人求什么呢？求心地清净，远离尘劳烦恼，远离攀缘啊，把这攀缘心断掉，一切随缘。即使没人供养，明天没有饭吃，也不找人化缘。若明天没有饭吃，没有稻粮啊，就求人赶紧来帮帮忙吧，这就叫攀缘。要怎么样呢？明天没有，饿一天，念一天佛；后天没有，饿两天，念两天佛；饿到死呢，哎，这念佛往生了。心里面还是如如不动的，这叫随缘啊，这才能成佛做主啊，才能成就啊，这是用功关键所在啊。我们凡夫总担心，哎呀，没吃的了，明天没吃的了。各位用不用担心呢？你学了凡先生，好好的断恶修善，命运自然改变了。他能没吃的吗？你想去攀缘化缘就有吃的了吗？你攀缘化缘来的让人烦恼啊。所以佛教我们不要自己造烦恼，也不要让众生因为我而生烦恼，因为佛法是断烦恼啊。真正能做到随缘，没有不成就的因啊，就所有的事都能成就啊。因为随缘呢是不动心，攀缘你心就动了。我们起心动念，这
这个根尘相接就动心了。佛是随缘不变，有人来请你说法，他来请啊，当然你随缘去了。没有人来请呢，绝不要自己找上门，找上门也得是机缘成熟，真正是可度之机。如果缘不成熟啊，你找上门去怎么样呢？人家不接受，你再有能力都没用，他不相信你说的话呀，那就是缘不成熟，说也没用，不得利益。人家来找你呢，找上门来了呢，你也要看你能不能做到，你能做到能度了人家你就去，这就看是不是可度之机成熟。那是什么呢？那是自己已经有成就了，就是我自己呀已经可以了，有功夫了，我再去帮助别人。不然的话找上门来呢，我也不可以去。也就是说你自己问你自己，功夫是不是已经纯熟了，最低限度呢已经有他心通，有宿命通，自己成就之后啊，道驾慈航才行菩萨道啊。菩萨为众生做不请之友，万万不要以为啊，我现在啊是行菩萨道，他不请我，我也可以去找他。这个呢，我们不要这么做。为什么？你不是菩萨，你是发心菩萨。有没有证菩萨果位呢？没有。像阿难尊者在《楞严》里面所现的、所表现的，他怎么不堕了呢？阿难证了初果，还要堕落。而我们连初果功夫都没有，薄地凡夫就想学菩萨，做众生不请之友，那不堕落才怪呢呀！所以呢，要晓得自己的程度，晓得自己的功夫。菩萨的心、愿、行，我们的程度是不够的。也就是说菩萨呢好比是博士生，佛是教授，那我们要学菩萨得真正的证得菩萨的果位，那么哪怕是初发心的初地的菩萨呀，到实地也可以呀，有菩萨的果位呀也可以，但是我们现在没有，怎么办呢？老老实实的，自己没有一点成就，然后就要做不请之友，那就很麻烦了。所以这些大经大论我们要看要听，暂时呢先不要去学。为什么学不到的呀？别说那些佛菩萨的行持我们学不到，祖师大德们的功夫都学不到。不要看远的，近代的虚云老和尚我们有没有学到他呢？印光大师我们有没有学到呢？所以要先学呀，了凡四训，从了凡四训下手，学缘了凡呢，先把这个基础啊真正打好了，得到的效果是转无福为有福，转无寿为长寿，转无法缘为有法缘。那时再进一步的学祖师
祖师学成了，再进一步的学菩萨，菩萨学成了，再进一步的学佛，按部就班的来呀，才能有成就。一步登天，在中国佛教史上，只有慧能大师。慧能大师啊，在五祖弘忍大师麾下就得到了，就明白了。各位，他在五祖大师那儿得到了见性，明心见性，他要不要修行啊？要不要做功夫啊？他在碾房里面舂米踏对呀，八个月做功夫打基础，他没有到处跑参学去，他没有熄火，他依教奉行啊，干八个月呀。老师传法以后呢，他去立银堆里面干了15年，他没有做众生不请之友，到处去弘法，没有，他立银堆里面干嘛呀？修行。所以看看祖师大德，再看看我们这德行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是一样的，那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？所以每天呢，听经闻法呀，要来对照自己，检查自己，修正自己。你要自以为不比慧能差，你要有这一念，就比慧能大师差的太多了。慧能大师没有这一念呢，你看人家比记丈夫我一耳，何可至亲而退屈。这个比呢，是指袁了凡，这一段呢都是讲袁了凡先生的事儿，以及像袁了凡一样的人，他们能认真的修学，断恶修善，改造自己的命运，能做得到啊，成佛做主。我们为什么要自轻呢？为什么要自卑呢？他能做得到，我们也能做得到。这个自轻呢，就是我们把自己呀，看轻了，因为我做不到。然后呢，就退心了，自轻就是自卑，自卑就退却了。我做不到，我不要，就这样。游注说：“比丈夫我亦丈夫，比能事我岂不能事？言者自暴自弃者，实等于自杀耳。”我们要回头来想想自己是不是自暴自弃呀？如果不能效法前贤，就是自暴自弃。也就是说，你不能跟圣贤人学，跟有德者学，就是自暴自弃。换一句话说呢，我们要不能在3年之内呀把命运转变过来，就是自暴自弃。我们现在学几年了？问自己啊，命运为什么没转变过来啊？有很多同学问我说：“我学佛好几年了，十几年了，我家里怎么还出事呢？”你是学佛吗？你连信佛都没做到，怎么能学佛呢？先信佛，然后再学佛。学佛是按照佛所说的去做，叫学佛。效法前贤吗？那前贤怎么做的，我们就怎么做。
信佛就是信佛所说的法。佛法讲什么？讲宇宙人生真相啊，讲自性不生不灭叫阿弥陀佛呀，讲因果报应啊。你信没信呢？你根本没信呢，你迷信呢，你迷信怎么能不出事呢？在座都包括在内啊，我们每天学的是佛法是佛法，我法是我法，二法没把我们的心变成佛法，心法要合了你就成就了吧。佛法是佛法，我法是我法，为什么？养着自己的毛病习气，不舍得把我们的毛病习气放下，你怎么能成就？你学佛法了，毛病习气烦恼不就给破了吗？断掉了吗？我们学了这么多年还没有成就，命运还没转变过来，真是可怜呐。万万不要共高我慢，万万不要抬高自己，要好好的想一想，我们能比得了谁呀？文章到此呢，就是一段呢。共高我慢呢，这就是最大的障碍。我慢犹如须弥山，障碍啊。抬高自己呢，也是障碍。为什么？我执。所以这两条啊，万万不可以啊，一定要做到谦卑，看一切人都是诸佛菩萨，唯我一人实是凡夫，心里面想的就是怎样来帮助利益一切众生，怎样来把我的执着分别妄想给它断掉，断烦恼成菩提嘛，其他的事儿跟我没关系。文章到此啊，是一段啊，这是袁了凡居士一生的行持啊，来勉励我们啊。那么下面这段呢，就是讲啊，断恶修善的啊。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我就不能跟大家学了。好，明天上午我们再来学。
是一